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被朋友圈绑架了，只要一拿起手机就会不自觉地点开，不自觉地开始翻看右下角的朋友圈新动态。不管是上班路上、工作间隙，还是睡觉之前，甚至是陪人吃饭的时候，几乎每一刻空闲时间，我们都会忍不住点开，用着你悦的姿势，或感叹，或不屑在心里吐槽。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朋友圈很烦，很多还是例行工作转发，广告也层出不穷，明明不想看，却还是会手滑点开。所以有些人索性关掉自己的朋友圈。那么，在哪一个瞬间，你会选择关掉自己的朋友圈呢？都别管我，我只想一个人静静。艾米感觉自己的朋友圈已经慢慢变成了陌生人圈，出于各种原因，加了很多好友，有不少还忘了备注，所以甚至连对方是谁都想不起来。看着他们在朋友圈晒旅行、晒生活、秀恩爱，一开始觉得蛮有趣，还会。当然，后来某天就突然觉得腻了，看来看去都是同一个角度的自拍，都是大同小异的心灵鸡汤，甚至图片和配文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要每天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关注别人营造出来的生活呢？要知道朋友圈都是加过滤镜的，而自己一吐槽就很负能量，所以他选择不去看不去想。关掉朋友圈的那一瞬间，他感觉整个世界都清静了，手上点过赞，这一点不往心里去。 Penny 是个捧场王，不出意外他就是狂魔本尊了。如果你的一个赞可以让别人开心，为什么不呢？有时候他跟朋友面对面聊天，说到最近发生过什么新鲜事，对方就会反问，怎么你没看我的朋友圈吗？他点开对方的朋友圈后，竟然还发现自己点过赞，那一刻他赤裸裸地感受到了自己的不真诚。这种塑料朋友圈的交情有必要存在吗？其实在浪潮般的动态里，他真在乎的也就那么几个人，其他人的动态都流逝在指缝间，同时流逝的还有他的时间。推己及人，想想自己也是两天一发朋友圈的节奏，甚至过两天自己觉得有点矫情还会偷偷删掉。从设置朋友圈三天可见，到自己一整天都懒得刷朋友圈，直接关掉不失为一个痛快的选择。Penny 说自己关掉朋友圈一个月后，并没有任何人察觉到。这真是一件浪费时间又无聊的事情。深夜的朋友圈总是很丧，而我已经不堪重负。Holy 是个容易失眠的人，每到了夜深人静，总有人会发一些伤感的歌曲，再加上伤感的文字，深夜的朋友圈总是很丧，而这种情绪是会被放大的。他就更睡不着了，想找人聊聊天，看着几百个好友，却不知道了要找谁。这时朋友圈的那个小红点出现了，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手，哪怕明明知道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，还是会刷下去。他最长一次关闭朋友圈坚持了三个月，最短的一次是半个小时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半个小时。一开始关掉朋友圈之后，他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，重新打开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错过什么大新闻。他本想着关掉朋友圈后会专注做自己的一些事，比如看看书，后来他发现这不是朋友圈的错，全是自己的心魔在作怪。朋友圈让人又爱又恨，这些反反复复的情绪波动或许每个人都曾有过。有人说朋友圈就像是鸦片一样的存在，一旦习惯，不用的时候就各种不自在。不管是自己刷存在感，还是由此关注别人的生活，都是在满足某种情感诉求。每个人都渴望被关注，每个人都有好奇心，而朋友圈不过是一个出口，宣泄着我们的情绪，也满足着我们吐槽八卦的心。我们甚至还通过朋友圈打造出自己的形象。然而一个人真正的面目，首先是他隐藏起来的那一部分。君子一物，小人一鱼物。当我们足够了解自己的时候，当我们找到一种和世界、
和自己更舒服的相处之道时，或许会更开心的加入朋友圈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